我现在很饿，说真的，我现在真的挺饿的。牛仔裤还好吧？最近腰好像没有那么胖。哎，是不是又以为里面有什么？每次都在玩的时候，是不是以为里面没穿？是不是里面还是特务 J？ 我期待了，我去面壁。可以去面壁。今天的海鲜煎饼的主角们有，完了完了，我又要来剥虾了。有白虾。哎，你们知道其实白虾不便宜，这样一袋其实不便宜。但是我还没跟我妈钱呢，我妈刚刚还特别叫我哥来骂我，你为什么拿了东西不给钱？胖了吧。然后小卷两只，我妈因为小卷骂我，我妈就说两只小卷是要跟人家怎么买啊？你莫名住，我妈超好笑。然后我就说，可是我只需要两只小卷啊。她说你就是因为这样，妈妈还要跟她多买。不小心让妈妈再多买了一些海鲜。然后我的海鲜配料主要就这两位，就是白虾跟小卷，然后还有洋葱、红萝卜、昂菜头。我有学起来昂菜头。红萝卜，萝卜的台语是红菜头。啰嗦，是不是骗我没读书？你没读书，你们才没读书啦。沙鸡，沙鸡枪，不知道怎么念的。沙鸡仓，想起来了，沙鸡仓。然后豆类菜，你好像很会台语哦。超会的啊，超会的啊。我忘记买蛋了，我叫哥哥去帮我买蛋。还好有哥哥，真是一个好哥哥。红萝卜切成丝，葱切断，好。好了，葱切断。我们洋葱的话切丁。其实我常常在想，我真的我的小厨房都没有带到我切菜，这些真的是应该的吗？可是你们又都说其实还好。其实我想看菜，看你不要这样啊，让你们看看我是如何切菜的，就是要很低。好啦，我们来切一下红萝卜好不好？我妈红萝卜已经切成这样了，是不是有点在为难女儿？我觉得我妈在为难我，我认真觉得我妈在为难我。会不会想说要秀一下，然后这一把就直接切到手，直接爆血？该秀的也是有秀到的，我这个刀工买好了，感恩呢。你是用我的钱还是你的钱买？100分。哥哥你好，谢谢你的蛋。我哥走了，植物园园主，这就是他。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我老婆 Ravi 的家，我们已经在室内了，各位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平常都是喜欢打野的是吗？这个家是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？哥哥的，全部都是哥哥的，全部都是哥哥的。这是他本人，他刚刚特别来这边帮阳台的植物浇水。高丽菜也要切丝，算了，不切丝了。我妈很任性哎，跟她说了只要两只小卷，她给我三只。哦，剥小管好舒服哦，我把它脱衣服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今天做什么？海鲜煎饼。是哦。对啊，要不要破例吃一下？12月份饭局很多，所以今天现在要克制。上来，真是被你们捞到福利了。惨了惨了，接下来要进入最大的工程了，就是要来剥虾子。我跟你们说，剥虾子技术可是一流的，是可以取回家的那种。让你们看看我多会拔虾尾。嘿，嘿，不行，这次我拔不出来，完蛋，0分。剥虾子技术可是一流的。你说完就被虾子打脸，对啦，哼，厉害了吧？还不是一个哦，是三个，哼，轻轻松松。虾子表示不服，为什么？白吃虾子，你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就好好的进到我肚子里。完了，这只感觉不好啦。哎，有了，我已经拉出心得了，哼。你们已经不是我的对手。
海鲜煎饼不需要尾巴的部分。我就想要吃尾巴，怎么了？最讨厌人家阻止我想吃的东西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 triple kill， 我已经三个了，我就该拼一个 penta。我拼了一个 penta 之后，我后面就四连杀。我建议下次多备好料再播。不行，备好料我这样做太快了。我就是喜欢从备料开始做，因为从备料开始做，我们才能真实呈现。有没有考虑带牛回家杀？对，我爱心灵场了。为什么我觉得他连肚子那边都很脏呢？我还用刀把它化开。便便，你会不会对于那些很想要来听我开车的人，然后发现我今天都没有开车而失望呢？你们应该没有这么肤浅吧？失望中不好说有。哪一天我真的嫁不出去，你们真的是会，真的是怪你们的。两颗鸡蛋打散加中筋面粉和水，面粉要多少？一杯。好啦，服。等一下。自己开车开到笑出来是怎样？这太大声了！你不开车真的会死呢？牺牲了一位男性。我们要来开煎哦。好，我们先来炒海鲜，再炒剩下的蔬菜。使用平底锅炒，不知道炒不炒。看一下我现在虾子多美！哇！哇！超香的！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要先吃一只虾。接下来炒我的蔬菜们。我等一下会有一个很困难的，我很怕我海鲜煎饼不会翻面。你可以先滑进盘子里面，然后倒扣进去就好。哦，有点聪明哎！这是一道真正的红萝卜炒高丽菜，我一定要还是要给你们看一下。不要把它们全部都放到我的面糊里了。我们的海鲜煎饼要下去喽！不是，我现在连扣盖我都怕我做不好哎。手放在盘子底部。你说这样吗？很烫。哦，有了。好酱，我的边边，我的锅缘比较黑，笑死！我要来开吃了。姐姐，我爱你。哼，啾咪，谢谢爱。此生无憾。此生无憾。此生还长得很呢。姐姐的冷水把我们泼醒了，但是我们还是爱你。大家的话都只能听听就好了。对啊，都是一些谄媚之言。可以。哇，那是虾仁吗？对啊。好过分。开多久啊？哦，我有开两个小时哦。哇，剥虾剥这么久哦。你要记得哦。那个萃取这边的话，小厨娘跟解忧就一定还会持续在开，就是慢慢的把它开下去。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厨娘跟解忧这两个。阿文加油，我们会一直支持你了，让你不会饿肚子。可以，谢谢你们支持，我也会越来越好的。Hello， 大家拜拜。
谢谢你们又跟了一次小厨娘的台，谢谢你们。嗯，大家拜拜。